帝王之怒。先来打皇帝三 C 好了。我看了一下，发现我现在三星 SSR 比五星以上 SSR 还多 XD。那我再装个，啊，算了，不要，不用了。我就本来就有装了。敲鱼皮，条件控制有弱、哦。是哦，可是传说也一堆角色，最后也没全出。嗯，正常刷碎速度永远赶不上角色增加速度。哼，活泼他可以打几格？三格，一二三，好，等你。哼，晕死你活泼。我 SSR 都会先练到四星放着，成功了，晕死泼泼了。